嘞。20. How much I need to? Okay. Give me a lot. 啊，你有没有钱？没有。我只有赚50 cents 而已。真的。Is that correct? No. $20. Oh, you give me $20? 对对，他。Sorry. She's gonna be famous someday. Yeah. Hold on one second. Yeah. Sorry, I don't.那谁哦？哇，这家伙 ！Thank you. Thank you. 要找钱吗？不要。一块半诶，好贵哦。One and half down。那我就没有看到了。那你要给我两个高的啊。你刚刚说你只有一个，你刚刚说。It's $150. $150, okay.Thank you. Oh, 这边超多乐高的，$15。嗯，小朋友的。Hey boy.钱呢？Thank you. Did you what? Did you say thank you? Thank you. So thank you. 阿福，你有没有说 thank you? You too. Thank you.小鳄鱼，阿西的，小青蛙阿福的，买了$1的《Star Wars》三部曲，然后买了一堆 DVD， 有《哈利波特》全集 DVD。然后有的是 Blu-ray 的，有的不是 Blu-ray 的。然后还有一遍，他不笨，他是我爸爸。他不笨，他是我爸爸。这是一部很久以前的片，等你们长大一点，你们就看得懂了。为什么他要说？他是一个爸爸，一个小女孩，还有一个律师。你知道什么是律师吗？律师就是当你跟别人吵架，或是你被警察关起来的时候，你就要请一个律师。因为我们有法律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什么是法律吗？法律就是这个国家或是这个政府规定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法律规定你不可以抢别人的东西，你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，你不可以打人家，这些都是有法律的规定的。那法律也有规定一些事情，比如说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照顾好你的小孩的话，那你的小孩就会被带走，带到孤儿院里面，因为他觉得你没有办法照顾好你的小孩，那。就有国家或是政府，他就会啊，孤儿院就是没有爸爸妈妈小孩住的地方，然后有人照顾他们，会有一些人照顾他们，但是通常他们不会被照顾得很好。那这部片在讲什么？这部片在讲说这个爸爸，他的脑袋有问题，
没有为什么，有些人生出来就是这样，所以请你们感激一点，你们没有太大的问题，也没有太大的毛病。有些人生出来小时候他可能受伤了，或是 whatever reason， 他的爸爸只有七岁左右，就是跟阿喜现在差不多聪明，就是跟阿喜现在差不多想的事情，也是阿喜现在差不多想的事情。那阿喜，你觉得你可以去外面工作吗？不行，很多事情你不懂，算术你也不懂，写字你也不懂，他的爸爸也不懂，所以他的爸爸找不到好的工作，没有办法养他的女儿。但他的女儿很聪明，这是他的女儿，他的女儿跟你们差不多大。所以呢，所以国家就觉得这个爸爸没有办法照顾好这个女儿，他要把这个女儿带走。那你觉得他爸爸会不会很伤心？他爸爸很爱很爱这个女儿，这个女儿是他所有所有的东西了，因为他没有钱，他没有什么东西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但是他很爱他的女儿。所以他找了一个律师帮他跟国家打官司，打官司就是跟国家吵架，吵说这个女儿是这个爸爸的女儿，你不可以把她带走。所以他们要把这个国家要把这个女儿带走，把她送给别的爸爸妈妈，不是他的爸爸，也不是他妈妈，请别人去照顾她，因为他爸爸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小朋友。但是这个爸爸有没有办法照顾这个小朋友？其实没有办法。那为什么那个小朋友？你有看到我很厌世的脸吗？因为我做了一件很智障的事情。我以为这个是光碟，我以为这个《星际大战》三部曲是光碟。就你有看到它的 size 吗？虽然才一块钱，但你有看到它的 size 吗？我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精装版。就你有看到它的 size 吗？你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了吗？你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了吗？我后来刚刚才发现，原来它根本不是 DVD 啊！我妈呀！智障，智障。